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让我们同预备心来参加敬拜。会众，我们默祷等候。寂寞在荣耀的主跟前，主光辉寂寞绕，荣耀之真之王，主威荣谁能臧？主以光为威冕，胜过不息传染，书记在荣耀的主跟前，主光辉极焕然。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会众，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向人传讲你大喜事，你大喜事，用我口向人传讲你的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众天使同声歌唱赞美主，到永远他奇妙的作为。众天使同声歌唱赞美主，到永远。众天使同声歌唱赞美主，谁能与我主相比？我主心事，我主心事，谁能与我主相比？我主心事。
心失去都永远忘在。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是的，在这一星期间，不知道大家是否心中有不平安、害怕甚至恐惧呢？但神的话能使我们有平安，使我们刚强。我们已经得着基督如同我们生命的至宝，脱去各样的残累，欢欢喜喜的跟随。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宝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残累，欢欢喜喜跟随。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卖了这块地。夜光像一个贵重珍珠，人找到了就为他下决心，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珍珠。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残累，欢欢喜喜跟随。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你是大有能力胜过一切的全能神。今天虽然我们只能以线上的方式来参加敬拜，但我们仍然感恩能聆听到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使我们每位参与的弟兄姐妹有顺畅的网络，忠诚专心的来敬拜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指南，甚至是像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那珍贵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晓得我们原是不配的，但神你是怜悯的神，我们将以下整个崇拜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恩膏邱牧师的口，透过他来传讲你的话，是我们有智慧来聆听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能放下各自的重担，专心的敬拜。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怜悯我们，
愿神掌权，使疫情能够尽快的好转。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名求的，阿们。会众请坐，请大家翻开起印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30到34节，然后还有6章53到56节。马可福音第6章第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既渡过去，来到哥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指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把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最终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荣耀颂。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翻开后请听我念：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是诗班。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年就以录制的方式来呈现，让我们一同观赏。在此熟悉，求你让光。
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带人重回你的怀抱，每天专注于你，就开启我双眼，靠着圣灵述说你奇妙恩典。我是你的器皿，为你做光做盐，世人得着你爱的拥接下来是宣告圣言，主题为我是光，我是盐，在灯台上。尊礼长辈弟兄姐妹们，所有在线上跟我们仰寻之家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不懂大家最近有没有发觉光的重要？我想上两个礼拜六我特别发觉光很重要。为什么？上个礼拜六晚上，不懂大家你的家里面有停电吗？如果你家里停电，你应该就跟牧师一样，我想一按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找光。好，我们把手机拿出来照。我告诉大家那个晚上真的很惊险。然后我现在住的地方窗口不能开，我待在那个房间里面，
有点像烘炉一样，等下再告诉大家更多一些。所以那一个晚上心里面特别发觉光的重要。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个主题，我是光，我是盐，在灯台上。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上帝，我们要称谢你，因为你是真光，你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凡敬拜你的，我们都是来救光的人。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因为你是真光，我们的生命也愿意反映你的光，因为我们就是光，就是盐，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一卷书，它其实是提到，福音书本来就是提到耶稣的生平。马太福音当然跟福音书一样，它也提到耶稣的生平，而且这一卷书很特别。什么特别呢？它把耶稣描绘成一个天国的君王。所以刚才我们的诗会带我们唱天国好像宝贝，他是一位天国君王，他来。弟兄姐妹，我想这位天国君王他不止来，他来，他把天国的宪章给我们。天国的宪章，他是一个王，他来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这位王他要怎么样治理，他要怎么治理，他把宪章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所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其实就是这位天国君王他给我们的宪章。我再把这个宪章再缩小一点，第五章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登山宝训里面那一小部分，发光作盐，发光作盐。不过还没有讲到发光作盐之前，弟兄姐妹，那五章十四节，就是从十三节，如果要发光作盐，我们得从十三节开始。那十三节之前一到十二节讲的是八福，八福，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有福气之后，直接就进来这个发光作盐。他其实要提醒我们什么呢？发光作盐的人，做光作盐的人，你是有福的。好，让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读过一遍。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一段经文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的身份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你的身份是光和盐。今天我用这个 SALT， 英文的 SALT， 把它缩写一下，我不是要讲 salt， 不是要讲盐，那个 SALT 是缩写，什么的缩写？是 salt and light together。你是光和盐，是一起的。这个身份是不能掉的，不能掉过来掉过去的。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吗？刚才说了，在八福之后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光和盐。其实圣经就一直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的身份是珍贵的，是光和盐。我们的身份是有福的，是珍贵的，是光和盐。所以我要邀请大家，请你跟你旁边，如果现在你旁边有人跟你一起敬拜的话，告诉他你是珍贵的，你是光和盐。如果没有人在你旁边，跟你自己说，我是珍贵的，我是光和盐。如果有人在你旁边，你跟他讲了之后，你再对你自己讲，好，我是珍贵的，我是光和盐。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生命，这个光和盐，是非常有福的。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自己，这位天国君王来，刚才我们也唱了宝贝，宝贝，天国是我们的宝贝，但是我们是这位上帝的宝贝，耶和华上帝的宝贝，三位一体的神的宝贝。弟兄姐妹，你可以了解你自己的身份是很宝贵的吗？有时候我们想把我们自己隐藏起来，我们想把我自己躲起，藏起来，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人家问我，你是什么信仰的，我讲不出来，我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今天请你转变你的想法，请你可以很大声，可以很荣耀的说，我是珍贵的，我是光和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是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真光，真光到世上来，我要给我们光。弟兄姐妹，今天你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光呢？请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光，一相信了他之后，我们就做光了，就变成光了。靠近神的人会，我们讲近朱者赤。弟兄姐妹，你跟上帝一起，你信靠了上帝之后，你也变光了，你也做盐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颗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光，你就是盐。弟兄姐妹，抓住这个珍贵的身份，让我们继续来思想光和盐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珍贵的，今天你是光和盐，你也是珍贵的。那我们的神他是有影响力的，我们作为光和盐，我们也是有影响力的。这影响力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光和盐。其实光和盐有很多的影响力，有很多的作用，但我把两个都放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salt and light together。我们光和盐放在一起，光和盐有什么一样的作用，一样的影响力呢？首先我要说，光可以驱走黑暗，盐可以防止腐败。弟兄姐妹，我刚才跟你说，上两个星期六就因为停电，我不懂，有些怕暗的人，怕黑的人，你怕吗？牧师其实不怕。驱走黑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可以驱走蚊虫。要告诉大家，因为那个晚上 我一直很紧张，因为停电影响我的手机的网络，我还没有把第二天的那个主日敬拜 的那个链接发出去，我很紧张。所以你知道我怎么办吗？然后我又一直用手机去照，手机的那个手电筒功能，一起去照。糟糕，我牧师屋里面的那个紧急的那个灯在哪里呢？一直照都照不到。原来我其实是放在沙发上面，但是有东西盖在上面，我没有看到它。所以后来怎么办？你知道我怎么办吗？我就走出来到我们的停车场那边。弟兄姐妹，我们的停车场有两盏的
太阳能灯哦，你有注意到吗？太阳能灯，我告诉你，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为什么？因为光对我很有帮助，它驱走黑暗。然后，因为在我的房里，网络不行啊，我的电话其实都打不通，那个也上不了网，数据完全没有，我就在那两盏灯上下面哈，来回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觉得我走了大概半个小时，成功把链接发出去之后，我讲上帝很累了我，所以去冲了冷水澡，怎么冲的呢？我告诉你啊，就回去房里面，我就找到那个紧急用的那个灯了，开了它，带着它去冲凉房。你看重要吗？光很重要，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有影响力吗？有。哦，弟兄姐妹，这个光驱走黑暗。盐呢？我们很常的时候在食物上面加了很多的盐，比如说腊肉，比如说咸鱼。我讲到咸鱼，有很多人那个口水就流出来了，有吗？但是牧师不喜欢咸鱼，为什么？因为可以防止腐败，那东西可以存很久，还可以继续再给我们吃。弟兄姐妹，光和盐有影响力吗？有，把不好的东西赶走了，然后把好东西留下来。光让我看见。我想就停电的那个经历就很深，因为刚刚经历过。光可以不只把不好的东西拿走，把好的东西带来了，让人看见。盐呢，让食物不会腐败，而且可以提升味道，可以提升味道。我想尤其是对那些不喜欢甜食的人，你尤其会了解这个提升味道的我想在食物里面放一些的盐我们的食物会更鲜甜不懂大家有经历过吗？有煮的人你应该就懂弟兄姐妹，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把好的东西更强化它，这是光和盐它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经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的时候，我同样也要挑战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要发挥这个光和盐的影响力。光和盐的影响力，什么影响力呢？一样的把坏的东西排出去。弟兄姐妹，我们不做伤害人的事，这是我们的会主卫斯理约翰他一直在提醒我们的。我们把所有的 evil 都排出去。 We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speak no evil。 只要是邪恶的东西，我们不要看，不要听，我们也不要讲。弟兄姐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我想对青年人来说更重要。现在我们几乎都在网上作业对不对？不管是你做工，你敬拜，你聚会，好像今天我们敬拜，我们在聚会，我们甚至老师学生你们在上网课的时候是不是都在网上？有没有一下子就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听一些不该听的东西，讲一些或者你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我想最近很多人都在打疫苗，不懂弟兄姐妹，你在打疫苗之前有没有被吓过？或者是你自己去吓人，有吗？我想把那些不确实的东西，疫苗打好了之后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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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讲因为我们其实都在传了，有吗？有乱传吗？疫苗打疫苗的有没有人传打疫苗之后不可以冲凉？有人一直点头，我想应该你在你的镜头前面你也在点头
你有传这个吗？弟兄姐妹，很感恩，很感恩，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有人传了那个，一个信息给我说，新加坡的那个，卫生当局，卫生局，国家的卫生局已经发现原来，这个新冠病毒我们只需要吃 penicillin 就好了，有吗？你有收到过这个信息吗？请问你有传吗？哎，如果你收到，那不是你的错，是发的人的错，但是如果是你发的话怎么办？所以，我如果收到这个的话，我会提醒他们说，这个不大确实。所以，我有发了三个群，有提醒他们，这个信息是不确实的。然后我还介绍了一个台湾的网站给他们，如果你不确实那个信息是正确的吗？你不确定啊，不能确实的话，你去这个网站。弟兄姐妹，现在大家人心惶惶，尤其昨天我们收到消息，古晋有16宗的变种病毒，印度的变种病毒 Delta 在我们当中，你怕吗？我想大家都很怕，现在市区大概又不多人去了。我讲不多人是华人，因为我们比较怕死。是其他种族的，我想他们比较不怕死。弟兄姐妹，我今天要问一问大家，我们传不确实的消息吗？请大家不要做伤害人的事。尤其你在公司或者在团契我们一起服侍，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的话，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听不确实的，不要听邪恶的。 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say no evil。 我们也不去传，不去听，不去看，不去传。青年人，然后特别提醒大家，有什么是你很想去听，很想去看，又很想去讲的吗？但是是上帝不喜悦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光和盐，我们不做伤害人的事。我们不止不做不伤害人的事，我们还要尽力行善的事。会主卫斯理约翰说 Do all good。 什么叫 Do all good？弟兄姐妹，就是尽力行善的事，好的事情要做。弟兄姐妹，我们前一两个星期一直看到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运动，那个举白旗运动，你有看到了？是，我想可能在电视机前面，可能在手机前面，可能在电脑前面的你可能不需要。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你经过的地方有人举白旗？弟兄姐妹，有，我听到我的好朋友说，当他们看到这样的，他的朋友看到这样的事情，就去问他，教会做了什么？人家举白旗，你们教会做了什么？我的好朋友说，请问教会是谁呀？我要再回去问一问大家，我们讲我们是更新的教会，什么是更新的教会？什么是教会？我们还是要回来。弟兄姐妹，教会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聚在一起，那就是教会。今天如果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家庭里面有信靠耶稣的人聚在一起，你那个就是教会了嘛，对吗？谁是教会？请问你的家对这些举白旗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你知道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东西吃了？上一个星期我真的是有收到信息，我们当中的一个姐妹她说，我昨天晚上去帮一个姐妹去带他去拿福利部的钱，去银行提款为什么带他去呢？然后他一直都在帮忙这个家庭，然后也一直在帮忙这个姐妹。然后他说，这个姐妹很久没看到
他是很久没看到他了，然后就觉得他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家里的儿子孙子没工作，他一个老人家得要养活一家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你愿意尽力行善吗？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有哪一些事情是你可以做的呢？我要讲很不好意思，我们养寻家这一次刚刚过去，就是上一个礼拜天的捐血运动，其实我们家养寻之家没有半个人参与，平常还会有一个两个，当然我知道有那个限制，因为有特别提醒要打疫苗的，或者是打了疫苗还不足一个星期的人，你不能捐血。我想这捐血运动是很好的，行善的。弟兄姐妹，你做了吗？你参与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想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做什么善事。我想讲一句鼓励人的话，包容人的一个行动，其实都是有影响力的，都是我们应该尽力去行的。弟兄姐妹，我想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尽力行的呢？我想要邀请大家因为我们的崇拜与音乐委员会他也很辛苦，如果他有邀请大家一起来服侍，成为我们线上敬拜的驻唱、读经或者诗情，或者多媒体控制员，弟兄姐妹，邀请你一起来尽力行善，尽力行善，让我们一起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你参与我们的线上敬拜的服事，你也是在服事我们的上帝，也服事了所有参与我们敬拜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尽力行善的事，而且弟兄姐妹，我们的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不是要要求我之前我们牧者的这个群里面其实有人把四无吹嘘站里面骂我们教会的东西放出来，骂什么呢？人家几百期，请问你们教会去了哪里？教会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做吗？其实我们有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行善，我们不是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拍了放上 Facebook， 拍了叫记者来，或者是叫记者来拍照，不会。你可以偷偷行，因为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你右手所做的好事，左手都不要给他知道左手不要给他知道。当然我们有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不做伤害人的事，我们也尽力行善的事。而且弟兄姐妹，我想很重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目的到底是为什么？不是要拍照然后放上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然后或者要拿到别人的赞赏。我们做光和盐，发挥我们的影响力，那个目的其实圣经十六节里面有说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其实提醒我们，你做光和盐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归荣耀给上帝，归荣耀给上帝。弟兄姐妹，不是把荣耀归给你自己，是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我们才会成为光，才会成为盐。如果他没有给我们这个蒙福的这个珍贵的身份，我们也不能做光盐。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常常我们得赞赏的时候，记得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我讲把荣耀归给上帝，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应该是很光明正大的活在人前，很荣耀的告诉人说。而且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教会
很需要爱，耶稣基督也邀请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也邀请青团的弟兄姐妹们，请你想你要在你的团契里面怎么样归荣耀给上帝。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里面讲，我们如果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又行出来的话，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你可以因为你的爱，你的光和盐的目的，你把不好的驱走，你把好的发挥更多，你就可以归荣耀给上帝了。人家直接从你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了。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今天当我们说我是光是盐在灯台上面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三点。我是光，我是盐，在灯台上，请你记得你是珍贵的光盐。SALT， 你是珍贵的光盐，是有福的，而且我是有影响力的。我是有影响力的光盐，可以把不好的驱走，可以把好的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不是为了要让自己被抬高抬举起来，是为了归荣耀给上帝。让我们跟青年人一起学习，我们是光是盐在灯台上。阿们。请会众起立，接下来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一同来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是以感恩的心来奉献。我们今天的奉献将归入青团，大家可以按照荧幕上所提供的账户来进行转账，然后把收据转发给任何荧幕上所提供的电话号码，里面有财政还有主席的电话号码，可以发给他们，让他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恩光歌》。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奉献诗。求主赐福我手上线，我
说起我一切事功，唯靠信心只想一念，其余一切在主手中。啊，会众请坐，接下来是教会消息，我们请牧师。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欢迎大家出席我们养家的线上敬拜。谢谢大家你的出席。我想这两个星期我们有看了我们的自己的线上敬拜的出席人数还不是很理想，所以要邀请大家如果你知道我们的这个链接，你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参与，因为参与自己家的这个敬拜会更有归属感。我们是属于这个羊群家的。然后也要报告下一个星期的不是下一个星期，就是这个星期的聚会。我们来临的星期四我们会有 Zoom 的祷告会，原住民之祷，原住民之祷。然后星期六我们有两个聚会，一个是少团电影会，然后另外是青团的圣经考试。礼拜天下一个礼拜天我们是圣教主日，欢迎大家我们都出席参与。而且也特别跟成团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来临的这个星期五没有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参与教区的宣教培灵会，所以是在7月29号7:307:30，欢迎大家都出席，这个也是线上的，到时候会把我们的链接发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好，另外要跟大家说奉献，大家可能很疑惑要怎么办当然青团今天的今天的敬拜的奉献是归于青团，所以现在要跟大家讲因为最近我们都有很多的特别主日，所以要邀请大家，你把你每一个主日的奉献分开，你的钱可以放在一起，但是你就写一下这个主日你奉献多少钱，那个主日你奉献多少钱，因为好多个主日是我们需要交去给年会的，甚至今天的这个青年主日我们也是要把它交去给教区青团和年会青团的，所以邀请大家你把你的奉献列清楚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网上转账的话，如果你会网上转账的话，请你就看荧幕上面荧幕上面你把你的钱就转去我们的养寻堂的银行户口Public Bank 的 OK，然后请你把收据或者是你的汇款记录发给我们的陈立会财政请你分开好谢谢大家我们也乐意的来奉献今天青团的就请大家按照青团他们的这个户口的号码来汇款或者可以直接把钱交给财政，或者可以交给牧师，我会帮你们交好的，现在也要邀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进行宣教关怀。我们今天要围着慈文文宣教士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声。慈爱的天父，我们将印度支那的慈文文宣教士向你交托，求你顾念他的左眼长麦粒肿，痛了一个星期，感恩正渐渐消肿中，我们祷告他的左眼早日痊愈，他需要你的引导来带领早上班8位学生学习汉语四级，和黄昏班有7位学生学习汉语2级，学生们出席率都不稳定，时常因工作忙或下雨天，又加上害怕病毒而常常缺课，祷告学生们早日找到从基督而来真正的平安，在困境中向上
并仍有喜乐，奉主基督名求，阿们。接下来是青团消息，让我们就看看今年我们的事工以及所进行的聚会。在这里欢迎凡是18岁到30岁的青年人一同来参与我们。现在是差遣诗歌会众，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生命如光歌》。
是我生命，如果在此世上辉煌，就像火焰照耀明亮，无论我到何方，就不是我生命，如果使人快乐增加，不限自己愿听在笑，愿意努力开花，就不是我生命，如歌安慰愁苦的人，帮助别人能够安详，也就能够欢喜，就不是我生命如歌，我的能够一笔把我所有健康力量才能不是有力，就不是我生命如生温柔赞美的诗，也是一首信仰的诗，永尽不生生气。让我们领受祝福，愿生命的光真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深深了解，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光，都是盐，因此我们要在灯台上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要归荣耀给上帝，也让益处可以归于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四周围我们可以接触的人。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团契，与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并我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会众请坐，默祷。愿主保守，愿主保守，直到我们再相会。愿主保守，愿主保守，直到我们再相会，在主爱中同心，把家乡爱相信，同享福乐共度艰辛。如今在世分离，求主继续导引，彼此爱都心心相依。直到我们再相会，愿主保守，愿主保守，直到我们再相会，在主爱中同行，大家相亲相亲，同享福乐共度艰辛。如今暂时分离，求主继续导引，彼此来到心心相依。平安上会，下主日见。